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准备心来做今仔日特别为着 Ukraine 的主日礼拜，征兆这首诗是用德语唱的，主，我的活命要甲你合一。
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救主耶稣，阮人人必行入死荫的幽谷，但是和你牵得行的人必行过死荫的幽谷。阮恳求你来看乌克兰行过死荫的幽谷，这是阮的心所愿。阿门。下面这首诗是咱卡式的诗，诗名叫做《亲爱主，牵我手》（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咱要听的这首诗，特别是伫顶礼拜呢，伫乌克兰的首都 Kiev 一间礼拜堂开放，和伫炮火蹂躏、死伤无数的乌克兰的人入来礼拜，因的圣歌队当场吟的这首《亲爱主》。牵我手，Thank you.
请咱做伙来看一节圣经，记载伫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毋惊灾害。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feel no evil. 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咱主日特别为着乌克兰的礼拜，题目是咱真熟的一句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咱今仔一个礼拜是要来深深想念乌克兰的人民，受苏俄无情无理侵略战争所带来乌克兰的人民极残忍的死伤以及苦难。咱要来分担因的苦难，咱要来献咱的心、咱的祈祷，当全世界人为着乌克兰流目屎的时，毋忘内面有你甲我的目屎。当全世界人为乌克兰祈祷时，毋忘内面有咱祈祷的声。先来讲啊，今仔日咱礼拜拄啊听这首《亲爱的主，牵我手》，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作詩甲作曲者名叫做 Thomas Dorsey。 Thomas Dorsey 是一位詩人，一位作曲家，一位音樂家，一位極熱心敬虔的基督教福音圣歌的传道家。1899年，伊出世伫美国南部乔治亚一个相当散食的小镇。伊的老爸是一位牧师，兼家己做农夫来维持生活。伊的老母会晓弹风琴，老爸若去讲道，老母就去竖琴。平时因全家也辛苦做农，一家非常热心敬虔，但是生活也极其艰苦。一个如此善食艰苦的乌人的家庭，因的家庭阁千方百计拥有了一台旧的风琴，这伫当时美国南部乌人的家庭是真不得了的代志，因为因全家极爱音乐的缘故，因为安尼，迄台旧的风琴就成做托马斯·多西细汉的时之最爱，以及伊心灵最大的伴。会晓弹琴的妈妈，就是启蒙伊音乐最大的导师。后来，伊甲爸母全家搬去芝加哥，伫遐大汉。托马斯·多西的音乐天分，在芝加哥就渐渐被人发现到。为了帮助改善家庭的生活，托马斯·多西大城市大小所在拢因去弹琴啦、唱歌，小有名气。后来，伊愈专攻伫作曲、写诗、做新的歌。无过，因为伊的敬虔甲才能，芝加哥一间教会叫做 Pilgrim Baptist Church， 就请伊去做音乐牧师。
Thomas Dorsey 伫这间教会做音乐传道家，一做就是50年，就是一世人啦。1932年，迄时伊33岁，迄年年头，伊新婚结婚。伊的新婚太太的名叫做 Nettie， 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女士。这对年轻的夫妇，因的头一个囝出世的有三期，是伫迄年的8月底，还是9月初？因为咱知妈妈生头一胎的有三期，拢是较困难有切啊，有可能会进前正礼拜。啊，是退后一礼拜，特别这是90年前的遗憾，因为拄当迄年8月底啊 ，Thomas Dorsey 真早就约定要去圣路易斯一场真大基督徒奉献大会，担任音乐的指导，伊就发表唱伊家己新的福音诗歌。Thomas Dorsey 的心不止无变，要去圣路易斯，宁可伊要留伫芝加哥陪伊的太太成善，以及娘子欢迎因第一个囡仔。但是伊的太太内特坚持，伊必须用上帝的工作第一。最后 ，Thomas Dorsey 伫心无乱变之下，也是照有定计划去圣路易斯主持迄场基督徒大会的音乐，并发表几啊首伊新作的圣歌，唱予大人听，全场奋兴感动。就伫这个时，伫中场休息的时，一个大会年轻的工作人员来找到 Thomas Dorsey。交予伊一封 Western Union Telegram 西联电报公司的紧急电报。Thomas Dorsey 急要拍开来看伊太太圣善的好消息。拍开电报文只有4个字尔 ：Your wife just died。你的太太都过身去。Thomas Dorsey 马上就对圣路易斯拼回去芝加哥，并赴不着见伊太太最后一面。但是囡仔有生出来，是一个真古锥的查甫囡仔。Thomas Dorsey 有抱着因的第一个囝，但是这个查甫囡仔活无几小时，共一日黑暗。这个 baby 就对妈妈去了。Thomas Dorsey 将因的囝和伊老爸家己同款的名，叫伊做 Thomas Dorsey Jr. 几日了 ，Thomas Dorsey。将因母仔囝安放伫同一个棺木内，和妈妈安安抱着伊个囝，将因两个安尼来安葬。Thomas Dorsey 这位年轻的爸爸讲，死去的不是两个人，是三个，包括伊家己。此后 ，Thomas Dorsey 就完全不再会当写出、会当弹、会当唱任何一条圣歌。伊也想讲啊，伊永远袂阁写主耶稣的歌。事实上，伊是连喘气也无力，也无爱啊！直到相当一段苦痛无比的时间一经过，
是上帝对伊何等大诶怜悯啊！托马斯·多西伊则搁举起伊诶笔，写头首诗文到曲，就是咱今仔日诶诗《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亲爱主，牵我手。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On, Let Me Stand。亲爱主，牵我手。带我行，扶我徛。所求的是看过会当徛无，毋是求要去对，也毋是求要什么。Thomas Dorsey 后来活到94岁，一生一共写的诗作诗歌超过3000首，伊受尊是世界福音圣歌之父。Father of Gospel Music， 这些诗歌来自叨位啊？来自伊生命受到极大的打破甲苦难，以及上帝对伊生命平平大的医治啊！今仔日咱为乌克兰礼拜选。Thomas Dorsey 这首圣诗《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请来主牵我手，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啊，这首诗在过去共产苏联统治乌克兰的时，这首圣诗是全乌克兰的教会不可唱、不可吟的禁歌呢。是安怎圣诗会成作禁的歌呢？是到30多年前，共产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以后，乌克兰的教会才会当吟这首诗。安尼以后，乌克兰的教会就深深爱上了这首圣诗。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因是用乌克兰的话来吟，唱这首诗是大光的爆发 ，Explosion of Light。在咱本主日 YouTube 的视讯礼拜中，牧师也有用乌克兰教会吟的这首诗。坦白讲，牧师听过这首歌已经几百遍了吧。自从无人亲像这边乌克兰的教会所吟的遐尼感动人、遐尼苦痛，以及遐尼大的更加希望。我去注意看遐乌克兰教会圣歌对这个人的面，牧师的心是痛甲根本就迷茫了。这场礼拜才一礼拜前年，是 Kiev 和苏俄军围城破格如林的当时，伫 Kiev 的城内，这间教会伫顶主日开了因教会的门，含乌克兰 Kiev 城内。受无情战刃炮火之下，死伤连连的乌克兰的人来做礼拜。因为圣歌对吟这首诗，吟出因最大的苦痛、最大的信心，以及一一对上帝的希望。因遐乌克兰的人，因毋是听到死亡的风声了，因嘛毋是去。看到死亡的影了，因甚至不是去闻到死亡的味了，是死亡来到足近，你才闻得到死的味呢。因是担着啊，吃着死亡的滋味的人，不是闻到呢，是连因的嘴内都沾满满死的滋味啊呢。啥人的酒？会当去牵牵得着遐个嘴内满满沾着死亡滋味的人啊，因的手啊，一定必须是迄位已经沾过死亡滋味的人来才牵得着因的手，才牵因的起来吧。牧师来讲一下最近才真正发生伫纽约的代志啦。
两个少年人烧酒做伙去看棒球比赛啊，买票是较俗的票啊，唔啦坐足远，搁晒热天日头，晒到臭灰搭吧。两个囡仔搁空空，连要啉的水也无带去。球赛到中途，伊两个人拢热甲嘴大甲挡袂牢，就叫一个人先起身去球场某一个角落，遐有水通买来啉啊。另外一个就本坐伫遐看球赛，因为毋是两个人拢去买水吧。一个就起身去买水哦，伊去到迄个有水通买的所在啊，买着，伊大声家己就一罐水灌落去。爽快无比，然后佫买一个 ice cream， 食了透心凉。然后伊佫发现啊，附近有寡好个座位，无人坐呢。遐佫有一头拍袂到个所在，伊就想讲啊，暂时坐落来。拄当球赛拍甲，当紧张，当精彩，伊就伫凉凉遐坐，加看一下。结果呢伊竟然是看到球赛要结束啊，才转来伊的朋友遐呢。更加惨的啊，伊竟然是双手空空，连一罐水嘛无买转来给伊的朋友呢。伊的朋友无啥欢喜哦，大声问伊讲：“你太气啊久啊！我看你全身躯满满的水分，爽爽快快行倒转来。”你才连一罐水也无买转来给我啊！伊回答啊，嘿，唔知呢，我未记了了啊呢。哈，伊朋友听着安尼是足无欢喜啊，就对问伊讲：你去的目的，敢是就是要去遐也买一罐水转来给我啉？伊回答讲：我想讲你无得喙大，先怎咧应呢？伊朋友听到安尼回答，当然火大，对伊大声讲：“你是伫连笑话是无啊？”你敢知？那这位满满巴巴的水分，两世两世人安怎应？伊讲啊，我家己灌一罐水落去以后啊，我就想讲你伫遐就袂喙大呢。我就唔知影嘴巴是啥物物件呢？我完全感受袂到你的嘴巴呢。我甚至认为嘴巴是小事，会当免插呢。后来我伫遐看到一位凉凉的所在，我就坐遐了啊。我也完全感受袂到你的热呢。我甚至认为热一个。才有啥？叫我们人会想讲，牧师以上讲的代志无真啦，无真正发生啦。牧师讲的以上这样代志是第一真啦。这种事啊，古今以来唔捌停止发生，逐日一世界拢伫发生。家己无经过。也是无体会苦难的人，绝对无气力帮助你出苦难啊！最有可能是你的苦难，因连知嘛唔知，连要伸手帮助你嘛未啦。这样代志，咱来想，咱马上就知啊。有可能过去对咱台湾差不多尔啦，唔是偌悠闲啦。甚至会当讲过去台湾人有可能之间并无虾米亲的关系啦。但是牧师来请问哦，为何台湾人民会突然间过一了久对民间对一个台湾人突然爆发超过6亿代表如此大天文数字，关来乎有可能？做人道救援的工作呢，6亿，原因只有一个啊，完全无其他原因。这个原因，咱台湾人拢知啊，什么啊？
乌克兰的苦难，当然看作都是台湾人的苦难吧。乌克兰最大的敌人，完全含咱台湾人最大的敌人，生作同款的面貌呢。乌克兰最可怕的恶梦，逐暗暝拢出现伫台湾人的面貌中。乌克兰的人目睭滴落来的目屎，迄、那个目屎形状含咱台湾人流的目屎，生作扁扁的形状，扁扁大粒。恁中间一定有人看过这个影像吧？牧师即阵在看的，是一个已经全副武装、排刀排枪、戴钢盔的乌克兰老爸，甲伊差不多三四岁啊的查某囝在相视。牧师小人看这个相片尔，这是一个影片，实在翕起来。你若倒转去看这个影片，牧师送予恁，恁就会看到，就有可能传出来，予人心碎的影片。一位年轻的爸爸是已经全副武装，头戴上钢盔，身排好刀枪，最后。甲伊迄位看起来才三十岁啊的查某囝来相视，伊的囝大声哭，唔肯爸爸走，下心啊用细细的拳头不断掌不断掌爸爸头壳顶的钢盔。啊，我的细汉囝哭声，有声哭到无声，哭的声随风飘散。但是可永远不停，那天荡地摇，响亮伫我阿爸的心内，没有停落来一日。阿爸一去，会再见到你阿爸，唔知。囡仔太知，爸爸是要献生命予咱的乌克兰。要献咱的生命，予守护乌克兰的囡仔。爸爸要献生命，予你。那爸爸来死，你才会活。虽然我看袂到，也唔敢看这个乌克兰三岁囡仔一哭啊。但是我却一再一再转去看这边。因为我听到迄位三四岁啊，乌克兰的囡仔的哭声，他会含我迄位三四岁啊的孙仔的哭的声，遐尼相像，他会遐相像，完全拢相像。嗯，那安尼哦，迄位乌克兰的老爸看起来毋是足大汉，全副武装的乌克兰的爸爸，我愈看伊，也愈亲像我。亲像我五十年前伫台湾海军陆战队的时候，迄位也捌安尼全副武装、真刀真枪、甲实弹的我。但是牧师毋通遐艰苦啊！你的人种含乌克兰的人种无共，你的孙也生做含乌克兰的囡仔。无共啊，对，你讲了对，但是咱台湾人伊最大的敌人，谁做和乌克兰最大的敌人，谁做完全共款，共一个面貌，是共一位，是共一个恶魔，住伫两个无共款的人的心内，一个。名叫做普丁，另外一个我免讲，恁知。所以啊，那陷害咱恶魔是同一位，安尼，咱瓦克拯救者必然也是同一位，
倒一位啊。今仔日，咱的主题经文，再来看一遍吧。诗篇23篇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毋惊灾害。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feel no evil。牧师要请大家来注意，诗篇23篇第4节这则经文的一个字，一个字都够啊。行过的过 ，walk through 的 through， 这个字啊。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啊，读作是 elect 吧 ，I walk through。毋是行入死荫的幽谷哦，那是行过死荫的幽谷。这一字尔是差偌济啊？论真来讲，咱有岁的人拢捌亲像行入死荫的山谷，咱也拢知，无久咱会行入死荫的幽谷。不过咱却到今毋捌行过死荫的幽谷。如果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只有一遍而已，而且一遍行过就足足够了。牧师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最后真正死的时候才行过。牧师我们是说何时啦，甚至今天你如果行过了死荫的山谷，你行过就是过咯，死的关系就永远离开你哦，死就永远不是在你的头前，乃是在你的后面去咯。但是照圣经的一步一步来，咱到底通要如何行会过死荫的幽谷呢？头前首先必须有捌行过死荫的、行过死的迄位来带你安然。行过死荫的山谷，那位是谁？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为何主耶稣基督会当行过死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伊是唯一一个生伫世间做人，总是无罪的。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生伫世间做人，但是无罪的。记伫希伯来4章15节，牧师甲印遐大字啊，大这是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伊无犯罪。咱全本圣经伊提起只有一位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佫有附带大声讲哦，伊的生命一切万恶事是经过试验、经过检验过，也还佫无任何的罪，外表内面拢无罪。咱这本圣经就认一个人是无罪的，伊就是耶稣。无罪会安怎？无罪的生命是生做什么形、什么形态啊？牧师马上给大家答案：无罪生命等于就是不死的生命。无罪生命等于就是不死的生命。安怎讲？为何无罪就不死呢？再来看注意圣经节，罗马6章23节，牧师嘛是甲印遐大字，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 ，the wage of sin
is death. 你若有罪，你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不是付伊钱，付伊你的性命。罗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恶的代价就是死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意思是罪生来，死加对你来，罪是原因，死是结果。John Milton， 十七世纪英国极伟大佮重要的诗人，以最大的诗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伫《Paradise Lost》内面 ，John Milton 形容罪佮死两者是甚物关系呢？伊形容罪是老母，死是囝，所以罪佮死因是母仔囝。罪是老母，生的子名叫做死。所以咱看到啊，伫圣经，罪被看作是原因，死是必然的结果。伫苏西中庙顶的苏西内面，罪被看成是老母，生的子名一定是叫做 death 死。注意哦，圣经看死。并不是肉体啦、生物啦、动物啊，这种的死。咱大人拢嘛想讲，咱若老啊死去，嘛还阁是啥物，对无？唔通安尼想哦，这无一定呢。何时你若离开了上帝，你就啥物嘛唔是啊？上帝内面哪无你啊？无论你存在伫倒位，你拢等于不存在呢。上帝心内若无你啊，无论你伫底，拢无你啦。上帝若叫袂出你的名，想袂出你啊，你就无去啊啦。上帝是生命的来源，伊的来源是生命种种种的原因啊。所以人若违背了上帝善良，人若违背了上帝，就等于反上帝，就等于反生命，就等于无生命吧。违背了上帝善良，违背了上帝，谁人会当讲伊无啊？这就是叫做罪啊！谁人会当讲伊无啊？圣经讲的这款的死，是甲上帝三字就叫做死。这款的死，甚至比肉体的死搁较困难，闪会过呢？安尼，咱就讲到今仔日上尾来啊咧。上帝差派无罪，主要所来带咱行过死的山谷，是甚物款的情况？是甚物款的情景？啊，佮用甚物款的方法呢？是咱的主要所为咱死，是咱的主要所替咱死。毋是咱家己杀跑死无去啊！这主要说为咱死替咱死，就去带咱行过死的幽谷。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一定有济济违背上帝完全善良的因素伫内面啦、啊。这若是罪，安尼咱无一个人无罪吧？对无？伊的结果就是违背上帝生命，都是违背上帝，必定是死嘛。牧师已经讲过啊，这款圣经讲的死，对咱来讲，甚至是比要闪过肉体的死，更加歹闪会过啊。
必须有一位来为你死，必须有一位来替你死。但是敢有人会毋知，天下之间，你是找无任何一个人，伊会来为你死，来替你死呢？你敢找有任何一个人会来为你死，替你死？天下之间，你是真正找无一个安尼一个人来，会来为你死，替你死呢？就是找有啊，嘛无效力。安怎讲？因为第一，必须是毋免死、未死的，才算是为你死。你若家己都会死，连你都会死的人，是安怎你会当为别人死呢？会为你死的，必须伊本身是未死、毋免死的。第二，必须是无罪的，才会当替你死呢。那无无论如何。伊只不过个人，只不过是付出代价死个人的死啊，安怎伊都毋是替你死嘛？简单譬如来讲啊，牧师安怎就无法度替恁任何一个人死啊？牧师若死哦，牧师死家己这罪都无够啊，佫会替你死？安尼。咱就讲来到非常重要一步一步，伫圣经写真清楚，牧师也要讲甲真清楚，你若爱信甲真清楚，就是下骹这段，安尼来伊会当为你替你死的，敢毋是就存着一位伊的名叫做主耶稣基督？但是具体上啊，主耶稣基督。伊是要用什么方法来为你死，来替你死呢？方法就是主耶稣来担当你的罪啦。啊，你的罪，然后主耶稣基督担当起，你会变作什么话呢？你就会变作，互上帝看你、算你、称你，这是无罪啦。你让上帝看你。胜利请你做无罪，你会安怎呢？罪会生出死啊！那上帝请你无罪，你死的原因就受解除掉啊啦！意思是上帝就甲你准备好啊，要互你行过死荫的幽谷。这的 step by step 清楚记载的圣经，牧师清楚甲恁讲，牧师家己深信，恁也着深信，因为耶稣已经有为你死了，耶稣也已经有替你死了，主耶稣有安尼做，但是你有得到无？要安怎去得到呢？就是你要接受 accept receive 耶稣为你有安尼做的代志啊！你咪当拒绝啦，无爱啊！过来，你就要深信，你就要相信耶稣有为你替你做这的代志啊！你若连信都无。耶稣有为你死，有替你死，你得袂到。就是伫你接受、伫你相信主耶稣有为你替你死的时，你的罪得到赦免啦。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死的原因被解除掉啊。也是伫安尼时，伫这种情景。以及这种方法之下，你会已经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也无受任何损害 ，and feel no evil。愿 Ukraine 你
行过死因的幽谷，愿尤克兰你得到这款的胜利，因为上帝和尤克兰的胜利必然真大，一定是这款的胜利。愿恁达人恁的性命得到这款的胜利，因为上帝和恁的胜利必然真大，而且是这款的胜利。下面这首电乐啊，上尾的歌是《Songs of Comfort》，安慰的歌，来自布拉姆斯，是一个钢琴家，伊的名叫做伊马努埃奥斯，以及小提琴家马悠悠两个人合奏的。马悠悠和伊马努埃奥斯一世人是好朋友。两人拢住伫纽约，前无久，因两个人演奏了这条歌来安慰乌克兰。更加特别是这个音乐家、钢琴家伊马努埃奥斯，伊是出世伫乌克兰。在这条歌的头前，伊马努埃奥斯有用尤克兰的话讲出安慰。Najbardziej uczucie życzenia i mamy nadzieję, że wnet będzie pokój i proszę być bezpieczni. Bardzo dziękujemy. Wszystkiego dobrego. Thank you.
愿主赐福保你，何等弱小的犹可怜！愿上帝用光遍照你，在黑暗中的犹可怜，也用慈悲款待你。满身伤痍、血流血滴的犹可怜，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流离失所的每一个犹可怜的人啊，大汉甲细囝。愿上帝赏赐你平安，提高无停的犹可怜。阿门。请咱彼得来闭会。